大家好，今天我们谈的题目呢是再谈灵感。上次我讲了灵感，我认为玩音乐的人、写作的人不一定要靠灵感，而需要靠这个音乐的知识啊、技巧。那当然有的网友不同意我的说法，就说音乐艺术还是需要靠灵感的。我没有说不要灵感，或者不重视灵感。我是说我这一生里面我都没有灵感，我从来没觉得我有过灵感，但是我学了很多的方法啊，很多的技巧，把它用在作曲上面一样可以。所以我就希望告诉大家，你有灵感是最好，你是天才当然最好，但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像我这样的，你只要用方法、用观念来从事写作，技巧纯熟以后，你一样可以变成很好的这个歌曲作家，或者旋律作家，或者甚至作曲家等等，还是一样。只要你在这上面扎扎实实的努力，一个反正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知识的累积，也知识里面包括技巧了，一个就是经验的累积，你把这两个东西混合起来就可以了。但你有灵感是最好的，不过我没办法跟你谈灵感，因为我自己从来没觉得我有灵感啊、那么我也没看到任何一本书教我们怎么样找灵感，也没有任何老师、任何朋友告诉你怎么样寻求灵感。那我们知道很多人他说我是靠灵感写的，那问他什么灵感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那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到山上去，到庙里去追求灵感，或坐在钢琴上面一边弹一边找求灵感，或者抽根烟找灵感，喝杯酒找灵感，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不反对，你去找灵感好了。可是对我来讲我这些都无效，对我来讲我也不知道灵感如何取得，但是我至少从方法上、观念上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基本上呢，我们作曲总是先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然后可以把它引申出来叫魔镜，然后你也可以再加以发挥创作，那就变成自由。你这三个东西综合运用就变成无数无数的这个旋律出来了。那先有一个我们叫做旋律动机 melody motif， 旋律的一个动机，可能是两个音符，可能是一小节，可能四小节等等哈，这是一个动机。然后你从这个动机可以磨进它，模仿它进行，然后这个再加上你自己的所谓想法等等，参与别的旋律叫自由，然后呢继续发展，就是动机、磨进、自由三个东西，那就是 M 就是动机， S sequence 就是磨进， F free 就是自由。你把这三个融合运用变成没完没了的音乐，那是否需要灵感呢？我想大家自己去决定好了啊。那我今天就是再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用这个什么，方法，这个把人家的东西拿来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但是全拿的不好，这个也许引起争议。你四小节跟人家完全一模一样，人家可以告你，控告你偷窃了哈。那我们现在明明就偷窃你的东西，不好听了，偷窃就把你那里拿几个音符来，加上我自己的方法观念，就可以变成我自己的动机了。那这个动机就可以算是你自己的灵感，算是你自己创作的源泉。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灵感，就是你用什么方法把人家的东西拿来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然后有了这个东西再继续磨进、自由、融合运用哈。好了，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动机，旋律动机。我简单的讲一下基本的四个变化。我们随便偷一个旋律，又讲偷不好意思，随便拿一个旋律，这个旋律是世界名曲也好，人家也好，或者这个旋律就是你自己的旋律也可以，偷拿几个音过来
然后我们加以变化，就变成你自己的动机了。有了动机以后，然后你再去发展你的学历哈。第一个是音高变化，你把这几个学历拿来以后，音高上可以做很多的变化。比方说，我们拿这个世界名曲咪瑞哆咪瑞哆哆啦哆嗦咪哆瑞，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教会的一首曲子，也是美国的这个著名的民谣哈。好，我就拿它第三小节三个音嗦咪哆嗦咪哆，拿这三个音，然后变成我的动机，变成我的旋律创作的源泉。第一个是音高的变化，那比方说我把它改成拉菲瑞，那就是叫绝对魔镜，就是你是 C 调的嗦咪哆，我改成 D 调的嗦咪哆，那就变成拉菲瑞哈。第二个呢，我也可以成拉法瑞，那就瞬间魔镜，你从嗦开始，我从拉开始，那这就很多可能了。第三个呢，拉嗦咪，那我就是运用曲线，你是拉嗦咪哆往下，我也是往下，节奏跟你一样，节奏完全一样的。第四个呢，嗦咪哆到我这里变成嗦咪哆，那就把一个音转位，三个音里面有一个转位，就变成我自己的旋律了，你就告我也告不到了，明明是从你那儿拿来的旋律。第五个呢，嗦咪哆变成嗦咪瑞，那就是部分音符改变，嗦咪哆三个音拿来，我改变一个音，把哆改成瑞，嗦咪瑞变成我的旋律了哈。或者三个音不变，整个拿来，我加一个调号，加一个升调，变成基调，那听起来变哆拉法哆拉法，那变成我的旋律了哈。那你讲是三个音一样，可是你那是 C 调，我是基调，不一样了，他就告不到你了哈。第七个，嗦咪哆三个音拿来，我加了一个临时记号，嗦咪哆，听起来像咪哆啦。所以我这里介绍七个方法，就把你那三个音怎么变成我的，节奏没有变，音符也没有增加减少，就是把你这些旋律变成我现在的旋律，这叫音高，就 pitch 的音高加以变化。第二项呢，你把这个三个音拿来，节奏上面变化又是一大类哈，这个可能更多了。第一个是等比增值，把一拍变两拍，两拍变四拍等等，那变嗦咪哆，就是原来的旋律变成我这个旋律，等比增值。第二个呢，嗦咪哆，把你原来四拍变两拍，等比减值。第三个呢，嗦咪哆增值，但是不等，有的增加多，有的增加少，或者是嗦咪哆变成三连音，那变成通通减少了，可是不按照比例的。第五个，嗦咪哆就部分的音增值。第六呢，嗦咪哆要部分音符减值。第七个呢，嗦咪哆那也可能是什么呀？综合运用，就是有的增，有的减少，你把原来三个音拿来哈。第八，嗦咪哆你可以用切分，有先行后继、休止、挂留等等切分的方法。第九，嗦咪哆那我用改变拍号，变成三拍了，本来四拍变成三拍等等，这些方法都是让原来的旋律嗦咪哆三个音节奏上加变化了。再下面逆转变化，逆就是怎么样，逆行，我向东你向西，我往前走你往返回来啊，逆行回来。另外转为我往上走你往下走，就可能产生了逆转，也可能又转又逆，或者又逆又转，又出来很多种。比方嗦咪哆嗦提哆嗦提瑞，这个就是什么绝对的转位，你下我上，那么嗦咪哆变成嗦西瑞，那变成瞬间转位，我顺着一个调，同一个调转位。那嗦咪哆变成嗦拉西，那变成曲线，我只是模仿你的曲线，你往上我往下，你往下我往上。然后又可能怎么样，嗦咪哆嗦拉哆咪，这个哆声拉低咪，那就变成绝对的什么逆行，那也可能变成拉哆咪变成瞬间的同一个调的逆行，就反过来，你往东我往西哈。也可能嗦咪哆变成拉西哆，那叫曲线的逆行，只是曲线上模仿你的逆行。第七个，嗦咪哆变成哆来发
这个就是本来你是说弥陀，变成这个我这个哆来发以后变成又转位又逆行，嗯，那也可能是绝对，那哆来发就变成瞬间同一个调，九呢哆来说又转位又曲线，曲线瞬间绝对都可能，它每样都有可能三个，绝对瞬间的还有曲线，所以这出来九个可能逆转变换，逆行转位或者又逆又转、嗯、最后一项是增减的变化，你把这个音符拿来可以增加音符可以减少音符，嗦咪哆到我这里变成软咪嗦咪哆，我前面头上加了个两个音变成加头，嗯，增加头部。第二呢你嗦咪哆减少头部，把原来两拍变成一拍半了，减少头部。第三呢嗦咪哆来，那你可以加尾部，尾巴加上音、嗯、尾巴加音可以加繁或者、加长都可能、啊、第四嗦咪那也可能怎么样减少，把中间的减少，也可能增加，嗦来咪哆中间加了来增加中段，那可以增加其他的东西、啊、第六就是嗦哆咪拿掉了，减少中段，那音符多的话这一招也很好，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了。第七呢嗦哆咪来哆嗦哆咪来哆，那就是我中间加了装饰加了东西了，听起来不一样了。第八呢本来的旋律你可以化简，本来嗦咪哆变嗦哆嗦哆，中间化简了。好，我各介绍了大概七八个，有的九个十个，加起来快要四十个，这些方法都可以使你任何旋律三个音的四个音五个音的太多了你不必这么做了，当然也还是可以了，就是你拿任何几个旋律来都可以，经过这些方法你还可以综合，你两种风呢又可以改变节奏增加音符，也可能又是逆转变化之间音高变化，最后你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来的，你可以产生无数无数的这个动机，有了动机你再去磨进模仿你自己的，然后再加上新创的自由的，就可以发挥成你的旋律了。当然这个旋律你怎么样做哪一种味道的，那我们是另外谈的，那是讲旋律的性质，任何旋律都有个性质、嗯、你要写快乐的，写悲伤的，写神秘的，写徘徊的，写希望的，各种你的感觉、很多。如果你靠光靠灵感的话，常常这些问题出不来，这些想要的东西出不来。比方我常常跟人讲，你灵感你可不可以写一个悲伤的爱情，你用哼，你哼五声音阶哼来哼去写个悲伤的爱情恐怕很难了、哦、那很多地方不够悲伤，听起来很美的爱情了。同样我让你写一个恐怖的夜晚，你用灵感去写，写来写去可能不恐怖，很美丽的夜晚，但是我们用这个音乐里面去做，你就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方法了，不管从旋律从音程从和声从配器从位置从这个编曲，你都可以产生恐怖，你也可以产生悲伤等等。所以我们基本上玩音乐我觉得方法经验这两个东西你综合运用，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作曲家音乐家，不是说他们专利，当然他们这个有灵感的人或者是有天赋的人可能快一点，那什么东西都是一样。人的这个智商差不了多少，你这里高一点那里低一点，除非大智多大欲的人、一般都差不了多少，所以你只要坚持你要有兴趣你一定会成功的，没问题。我还是建议不要完全依赖这个什么灵感，依赖方法，依赖这个原则，依赖观念，然后加以这个自己推敲自己努力持之以恒，一定有办法成为这个你所想象的作曲家也好，歌曲作家也好，甚至你想希望达到音乐家也可能哈。好了，谢谢各位。